弘扬佛陀智慧广，护持生命大道场，滋润心灵生命力，成就菩提清净心。各位菩萨，佛告诉我们要一心念佛。什么叫一心念佛？好好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不当跳去别台。因为生命台告诉我们的是佛的心、慈悲心，保护所有的生命，智慧的心，就像莲花一样的圆满清净。所以愿各位多弘扬生命电视大道场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。阿弥陀佛。话拨正好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9969的河沟，让你心中充满爱，不让生命受苦，真爱一切生命，生命电视与您共同救护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素无良心，一满怀自信的人应该如何将自信散发到某一个所在呢？正如咱对于一个可爱友善的人充满自信，同款的，咱也应该将自信散发到所有众生身上。何为自心呢？即伫个众生心中是自心的，自心的行为，自心的境界，无限得意的自爱。即满怀悲心的人应该如何将悲心散发到某一个所在呢？正如咱对于一个不幸或者是罪恶的人充满悲心同款的，咱也应该将悲心散发到所有众生身上。何为悲心呢？即伫众生心中是悲心的，悲心的行为，悲心的境界，不存残酷的悲心。三，满怀虚心的人应该如何将虚心散发到某一个所在呢？假如
咱对于一个可爱友善的人充满虚心，同款的，咱也应该将虚心散发到所有众生身上。何为虚心呢？就伫众生心中是虚心的，虚心的行为，虚心的境界，无存嫉妒的虚心。是满怀邪心的人，应该如何将邪心散发到某一个所在呢？假如咱对于一个既不是有善，也不是无有善的人充满邪心，同款的，咱也应该将邪心散发到所有众生身上。何为邪心呢？这在众生心中是邪心的，邪心的行为，邪心的境界，无准犹如的邪心。经中五项物件，会当促进一个高尚女弟子的发展，掌握佛法的精华与要义。第五项呢，伊增长了信心、德行、学识、布施与智慧。